关心你一下，你汇款会去哪？没事啊，怎样？你是有接到什么电话？没有啊。还是说那个你在、那個？这是我会给我老公的。你会给你老公？对，对啊，怎么了？你这个钱是你自己，还是说你去，你有跟人家借？我的年终奖金。哦，你是？年终奖金44000多块。年终奖金44000块，你的年终奖金拿去自己花一花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你不要给诈骗集团花。他是哪边的人？美国啊，然后他是在美国军人，对啊，美国军人啊，这是标准的模式，美国军人叙利亚，我就拦阻三件，而且是有，我都、啊、我就已经拦阻三件叙利亚了，你这是标准的吧？标准网络战的啊，很简单，你他是美国，你跟他怎么沟通？你跟他怎么聊天沟通？手机，他是讲中文讲英文，对啊，美国人会讲中文吗？美军他住外大地，他大地他是当美国人，他会讲中文的不是美国人。他是说他是维和部队的军，那是在 FB 认识的，对不对？朋友在马来西亚，是很好的朋友。啊，然后 FB 认识之后，然后你们就在那个通讯软体聊天嘛，对，然后他就是在对话中就是对你还蛮亲密的这样，然后说。你汇钱给他之后，他就会来台湾跟你见面这样子。就派立委了。对啊，我之前拦阻的就是这样子的说法。真的不要汇。真的不要。一定是诈骗。